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神哥，来吧，今天咱们就来把这个十二技能刚出的这个吸血鬼给他打红啊！来吧，兄弟们，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干啊！先把这些垃圾技能往上扔，这种名师这种东西都不用看啊。我们这次不打垃圾书，直接从这个稍微好一点的开始打，就像这种高区高防这种类型，就是120分的书待着吧。这次我们只打这些120分的书，把这些120分的书先给他打上去，待着吧。120的都有什么？都有，给大家讲一下。鬼魂驱鬼隐身感知固法防御敏捷啊，这个反正呢彗星这都是160的，咱们先不打，咱们现在插固法敏捷感知，固法敏捷感知，我们来满一下啊，固法高敏固法，这些都是高分的，像那种他因为高级嗅觉跟高级嗅觉这个分数不一样的，鬼魂也打一下，虽然说后面不要，但是你再打得打，先把这个宝宝整体上面来的，先把它整体的铺红，整体铺红之后，然后再说下一步，对吧，兄弟们？高区给掉了啊，高区高鬼给掉了，把高区补一下，高鬼就不要了。鬼魂这东西带来之后，影响我们打这个高神。看到没，兄弟们？这个120的分基本上是全的啊，就差个高鬼不要了。然后就是突进彗星，强力反震，反震彗星突进，看到没？我们这里都有，真好，彗星突进。掉那个那啥彗星突阵突进，然后是掉了个什么玩意儿，掉了个防御突进9万，还不错，大家就是也是跟全红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，现在就已经全红搞定了。这个东西也是根据你这个物价，大家知道，也是跟先打便宜的再打贵的，掉了个高防掉就掉了吧，高突掉了个高区也无所谓，然后就可以上大树了，大家然后就可以上大树了，高币来一本，高墙不用要了，高墙没什么用，要了还得把它打下去。高突，法连，法爆刚才有了，法波，所以先打便宜的来了，先把这些便宜的往上上，然后还差个什么东西？差个什么？还差仓库的，把仓库的东西取出来啊！高连，高爆，高神，根据这个贵贱啊，法波。我去你个老脚，掉高息，掉什么补什么，带着掉招架没事，招架可以掉，然后魔之心，对，还没有魔之心，把这些书都上上去，然后就分就满了，就 OK 了，就魔之心啊，走，哎，掉高反可以接受，然后来个法连吧，法连，哎，掉高突，我去你个老脚，高突是200分的，来着，这是唯一一本200分的书，高突得留着，啊，留着，对，掉护法 nice， 啊，掉偷袭。感知漂亮，哎呀，这里多了个火属性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尴尬的地方。你上去留了个火属性，一会儿咱们可能会因此丧失100万金币。真的，兄弟，一点不吹。高币，要敏捷。高爆，掉高偷，高偷掉了立马就往上上。啊走，掉高明斯，还不错。我去，兄弟，看到没？现在都已经4400分了，我的天哪，太牛了！这就尴尬了，看到没，兄弟？我们就差2本书了，结果这个位置很尴尬，最后一位火属性。掉个火，掉个反，两个位置得打好几次，得打好几次。来吧，高连，掉反击跟火，啊，掉高吸，我去，这里这个显示有问题，我看这个闪光的位置都不是那里，不过无所谓啊，掉高吸也是可以接受。啊走，掉反击，啊，去漂亮，兄弟，看到没？就差最后一位了，让我说对了吧？最后一位咱们要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，兄弟们。咱这样吧，咱最后再把他这个掉高神吧，好吧？高神咱们留着最后打神，我跟你们说怎么打。像这种情况啊，算了，直接打。哎，4600分，这家伙整的太恶心了，直接上吧，掉了就再补吧。看一下高神现在什么价格，高神得40万左右。疼！高级连击，那你个老屌还挺会掉啊，还专门挑这个贵的掉，你个貂猫！走你！我去，直接掉高神！妈呀，兄弟们，我都说了这个不能这么玩。高墙，找160的上吧，高墙。高反，高强壮，高反震，高反震也是160的，太好了。哎，我就知道是这个屌样，高级反震，把最后一位打掉，又掉高连，妈呀，你这位置也太扯了，高连高币都没了，妈的，你个老屌，你个老屌，这么玩的，咱们这个就废了就。刚才其实都已经4600了，现在又掉成4300，哎，快点儿，高爆，我去你个老屌，看到没，兄弟们，打输就怕无限会循环，300万瞬间变成100万。高连，法连，这次掉的是法连。哎呀，
难受啊，哥哥。法博可以，就钓点这个便宜的书，对吧？你还是钓那种大书。你们二两个内心如何啊？打掉了，兄弟们，终于是把最后一位吸收给他干掉了。来吧，太不容易了啊！钓高强高反都可以，高强高反，高强高反，到法博，快点吧！高强高反给我干掉，高强高反，高级福利，漂亮，4700分。现在再钓一个高反就 OK 了，知道吧？现在再钓个高反就完美了。但是我估计不是那么容易。但是这个宝宝你不打一个高神，他就有点对不住他了。其实我们现在上高神，他跟他的这个分数应该是没区别的。来吧，来一本吧。打完高神之后就不用再打了，兄弟们。打完高神之后就毕业了，就是他在钓什么技能算什么技能，已经这样就不好补了。这个不用补，反正是160，突进是200，就这两个小数。然后就是现在高神，如果能把他两个顶掉，就300美；顶不掉的话，也属于已经是毕业级别的这个评分虫了。走！天哪，高级魔之星，我去你的老弟，高魔我们再补一下吧。如果再把这个高神补掉的话，咱们就不那啥了，就不管了，抱歉。因为什么意思？因为高魔是个便宜的东西。上！高级彗星，兄弟们啊，这也是成功了。彗星是160的，太好了，兄弟们，把彗星给他打掉了，4800啊。这个内丹没有满，满了之后妥妥的5200分。OK 了，兄弟们，完美，12红。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回。